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件十八个口袋的外套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，这边可以放笔，好，这个笔，来，请助理小姐帮忙一下。来，在这个口袋呢，可以放手机，就这样掏过来，手机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口袋可以放你的身份证提款卡或者是那个信用卡。那我这边再来一叠 ，OK， 好。再来，这个口袋其实是可以放护照的，不过今天没带护照，今天带了护唇膏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再来这个口袋呢，它是比较深的，可以放一些小本的书或者是一些文件。那我今天刚好带了两本存折，然后还有一叠文件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边，这上面其实是设计给 iPad 用的。那因为我没有 iPad， 所以有一张这个提款卡。OK， 好，那下面这个口袋呢是设计给那个数位相机用的。OK， 那再来，外面这个口袋，这个口袋是皮夹。OK， 我的皮夹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这边这个口袋，我也塞了一些东西，这个精油。OK， 好，那里面还有一串钥匙，还有第二串钥匙。助理的手快买。OK， 我们助理的手可以拍一下。满野。好。那这就是这一件十八个口袋的外套，有兴趣的请自己上网去购买，谢谢大家。打一下那个网址，网址是八八八八八。